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们今天来到了新会区，现在是中午12:09。新会区，古称冈州，现为广东省江门市辖区，地属珠江三角洲西南部的鄞州湖畔，潭江下游，东与中山，南与斗门相邻，北与江门、鹤山，西与开平，西南与台山接壤，濒临南海，毗邻港澳。全区土地面积1354.71平方公里。截至2020年11月，新会区常住人口909277人。新会位于北回归线以南，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。2021年平均气温24.2摄氏度，降雨量1723.2毫米。气候温和，土地肥沃，河网密布，物产丰饶。新会葵艺闻名遐迩，新会陈皮享誉全国，素有葵香、陈皮之乡、鱼米之乡之称。新会是南岳历史文化名城，历史上一直是四邑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交通中心。2021年，新会区全区生产总值896.14亿元，同比增长8.9%，在2021年全国百强区榜单中排行第45位。新会文物古迹极多，有新石器时期的贝丘遗址，有隋朝的古塔、唐朝的关冲窑址、宋朝的孔庙、宋元崖山海寨遗址和崖山祠、明清的古塔、古炮台。新会书院及新会学宫，广东四大名寺之一的桂峰山玉台寺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梁启超故居，4A 级景区小鸟天堂、桂峰山国家森林公园、古豆温泉度假村和紫云观、玉湖、银湖湾等。新会是广东历史上文风最鼎盛的地区之一，有东莞拳头新会比之美誉。维新领袖梁启超出自新会，是岭南学派和岭南琴派的发源地，有海滨邹鲁之称。2019年10月，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。2020年5月，入选2019年全国县域网络零售 TOP100。2021年9月，入选2021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。那么，您对新会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
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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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